五星级讨论度，保湿蜜。没错，我觉得像保养品是最难省的，因为你看我们擦脸的都会觉得那身体怎么办？但是如果我是隔月花钱买了擦身体的，那脸的要用完了又要怎么办？对。可是呢，我觉得现在有很棒的东西，就是它是身体跟脸都可以一起都可以用。对，而且它是像是如果是很干性的肌肤，或者是有过敏性的肌肤，它都可以使用，因为它是天然的。家里有新生儿，就是无时无刻要一直洗手，然后就会变得很干。嗯。哎，好好推哦，还可以给你一些耶。哎，好滑。三瓶对，我只是给大家借用这个这一小瓶，因为其他我都要带回去，不要省嘛。女生啊，就是真的每个月都会有好朋友来嘛。像我之前有试过非常非常多卫生棉，它可能晚上你量带大的时候，它就溢出来，露出来。所以我家里其实囤蛮多那种就是不好用的卫生棉。然后最近有一个超夯的一体卫生棉，一体卫生棉。它其实是这个样子，它就是用了什么呢？用我们像平常睡的那个记忆枕的材质去研发出来这样的卫生棉，然后你会发现，你把它撕开来，有没有？你把它粘在手上，它真的超服帖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那个来感觉就像没来一样，哇！因为它粘在那里，因为你粘在那里，对不对？它会完全记忆到你下面那个肉肉的那个弧度，所以不管你怎么动怎么捏，它其实都会贴合在那里面。再加上因为它是一体的卫生棉，所以它那个吸水度是一般的卫生棉的10倍，所以你看它薄薄一片，大家可以吸超。而且你不用担心会漏出来这个问题，然后吸水力也超好，真的吗？但是因为它真的是很难抢的东西，就前一阵大家都在大缺，要有特价根本是不可能。现在在网路上哦，这个五盒它原价是要快1000块的哦，现在五盒只要579，贵一折，只要579，五盒只要579。绝对买得到，因为那个网路上的先抢先抢，对，你不用再想去抢，对，就是应该有限量跟组，因为这太便宜了，限对，限时限量的，对，所以要去抢。哎，这也蛮夸张的，对呀，它有档三折的，对对，然后有直接五折的，5.79，快579，因为它原本快1000块，而且重点是之前真的台湾卖到买不到，之前台北根本买不到，现在全台北根本真的，对，现在这超难抢，对对，嗯，好。我们看4颗星的有漱口水，我喜欢要。我觉得漱口水真的很重要哎，比如说像我们上班的时候啊，可能突然要跟主管开会，你就赶快就是喝一下漱口水，然后漱一下，然后再来是我每天早上起来都一定会用漱口水，对，因为每天要用的东西，然后又常常用或吃什么重口味的东西就要用，所以我用漱口水的量很大。然后它本来这是日本第一品牌漱口水，这是网络就可以买得到，然后本来2瓶539，我已经觉得很便宜了，就最后它最近在特价359，好便宜，对，然后你可以对2瓶359，然后你等于你省了一瓶，等于省了100多块，然后你就是它有3种口味可以选，有薄荷的，然后有苹果青苹果的，然后还有这个柠檬的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，我都是用这个薄荷，这个薄荷蛮好用的。感觉购物习惯，比方说去那种屈臣氏或什么，你一定会拿一罐，可是又会嫌重，对，然后就把它放回去，对，真的，然后就要拿不拿，直接回去，直接送回家里就好啦。这个很重要，就是有人会帮你送。而且你看它的瓶身很漂亮哎，很梦幻，就不会忘记去用它。好日系哦，方便，每天早上的时候或晚上。这个一定要有人送过来，真的，太重了，自己买太重了。